好，可以看到新隆公宅即将会在11月5号起公告招租，最快12月就可以入住了。柯文哲说，新隆公宅地段比较偏僻，要公车接驳，所以房租是比较便宜。最小的8平套房，月租金含管理费只要6900块钱。依照这个北市的行情，通常附家具8平套房，房租大多都要超过10000块钱。房东也表示，这位新隆公宅以近半价来招租，非常的划算，预估会爆发抢租潮。